团员万岁，我是影子。自建反我幸存者，中立幻影另一个，哪边优势站哪边，细心观察再选择。再确认一下身份。等等，有点不太对劲儿，他是怎么回事？先把灯修好再说。那个人有问题。原来如此。当我在观察大家打卡时，蓝色一直在管理室门口转悠，最后也没有进来。他肯定不是什么好人。我领个任务啊。我可以上垃圾机。我一个清理管道，管理室的清理管道，然后管理室的一个打卡，出个紫色住宿信吧，不是紫色就是我。为啥是紫色？领完任务之后只剩蓝色和棕色了。有幻影。哎呀，我一个幸存者说那么多干什么？等这轮之后看你们谁优势更大吧。我不就是前天刀了你一下子吗？橙色，你至于这么记仇吗？谁要记你的仇啊？我的幸运投资投到了你，紫色。我要把你幸运投资给你砸了。No God, please no, no。这橙色的直觉是真强啊，没有证据直接猜中。我以为这个幸运投资他会给我投向船员，因为我是幻影。真厉害呀，这一下就把这紫色投进来，是个内鬼，叫幻影牛啊，笑死了。输了吧，你还是认命吧。你这幻影稳了呀，那中立那幻影都已经是这样了，然后内鬼也出去一个了，那我肯定是帮船员了。这大哥你站在那儿别让我给你套个盾。侦探是谁呀、绿色侦探是吧？你能打陨石，但是红色我不知道为什么上一把七票。那有棕蓝红，一个一个投吧。不是的话那就白蓝红。白色你不是要打陨石吗？来这里做什么？有人破坏，速速去修。乖乖乖乖乖乖乖，那个人有问题。氧气修好了，干脆揭发他，把那个蓝色跳了吧。蓝色，为什么大家都在往蓝色去跑的时候，你往电力间跑？那你是啥意思啊？你是想抓落单的人吗？你这个举动很反常啊！窒息了，蓝色，你宁愿在我面前跳管道，我都不刀我啊！你这个人，让我非常的扎心。紫色，我不是有意针对你啊！头子给你砸了。